Hello，女友的读者，我是魏恩。我觉得通常女人呢，我必须要讲，我发现女人一执着某一些东西，或者就执着某一些东西，很容易被人家称为难搞。如果是男生呢，他们就很有个性，所以你们自己决定吧。其实大家都觉得哦，我的个性是比较冷啊，或者比较有距离感。其实，我一跟你熟，我就非常非常的搞笑。请你问一下我隔壁的邻居哦，因为我在家里哦，家里还有冲凉的时候，就常常很大声的唱。我是非常爱唱歌，我是等机会而已。绝对比从前开朗，可能某一些东西看开了，可能经历过一些风风雨雨，那现在就非常非常的开心跟幸福。基本上我常常跟我的朋友讲说，我是 original ang mo 莲呢。我是比较粗鲁，然后是某一些时候会蛮卡的，说、so, 是我就是按摩脸。我知道这段时间对大家来讲比较艰难，那我希望呢，我可以通过我的 Instagram，传达一些正能量 positivity。So 我。常常会利用我的 Instagram 来鼓励你们，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。